尊敬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老铁老妹儿们，你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快乐再出发第二季室内音乐会。大家晚上好。时光荏苒，再过50个小时，兔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回首来时路，我们道歉旅费，能把这个够把账给还了，还了就行。嗯，展望新旅途。哎，我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建议啊？我们六脸茫然，但这些都不重要。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要再送3亿一份回忆，让你们觉得感动很快乐；一份心意，越来越好；一份情意。准备好迎接这份大礼包了吗？看，新老歌手已经欢聚在哈尔滨，迎新怀旧，联袂开唱。下面，让我们用雷鸣般的掌声，有请出今晚的主持人，苏醒。这里是由德芙冠名播出的快乐再出发，带上丝滑的德芙，一起快乐出发吧。本节目由多快好省的京东赞助播出，电器好物逛京东，低价省心送到家。快乐再出发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必胜超级至尊，美味现点现做。快乐再出发快乐出行伙伴绿源，绿源液冷电动车，一部车骑10年。每周四22点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快乐再出发第二季，周五12点会员尊享加更版更多精彩内容。大家下午好，我隆重宣布快乐再出发第二届室内音乐会现在开始。今天是我们在哈尔滨的第8天啊，每一天都有惊喜，接下来出场的也是惊喜之一啊，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乐队坚果乐队。哎，他们5个人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用东北爷们儿的坚强外壳保护着心里音乐的种子。有请坚果乐队带来他们的歌。兄弟们，燥起来，兄弟们，燥起来！耶，加油！大家好，我们是坚果乐队。我们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乐队，也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够用音乐的方式与我们哥哥们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接触跟交流。然后其实真的我们已经有太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多人站在台下然后听我们来唱歌，心里边其实非常激动啊，总想哭，但是我控制住了但是内心的激动吧，永远都是会变成美好的回忆，包括我们在北方青旅的日子。多余的其实想说的太多了，然后开心就好，这就像咱们的节目主题一样，快乐再出发，然后我们一直在出发，然后我们也不会放弃。是一首关于哈尔滨的作品，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记住哈尔滨这个城市，虽然它很冷，但是它其实在这些年也很温暖过，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经常来到哈尔滨，然后欣赏我们哈尔滨的风土人情。好吧，不说了，就这首歌送给你们，祝你美梦常在，送给大家。哎呦，你快看，快看鬼！大鬼，真的是你，跟你一模一样。
花哟，看秋天的晚红在午夜中狂奔，在清晨睡安稳，错落继续星辰，道不尽离人纷纷。我希望你的快乐不普通，就像云儿在天空自由，像那落叶花瓣在漂流，不会再回首。我多想看着你悄悄地走，眼泪似乎没什么不同，就让冬去传来的温柔都藏在你心里头。Solo。现在就安可了，就安可了，结束了是吗？真会做生意。我们乐队的演出结束了，然后有请，我们的哥哥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感谢坚果乐队的演出，谢谢，非常好。好，想问一下现场为数不多的观众，你们身边有没有有趣的朋友？有。有没有会唱歌的朋友？有没有唱过 OST 拿过冠军扫过鹅粪还能给兄弟接活的朋友呢？好的，下面有请我们这位集才华与搞笑于一身的朋友路虎为大家带来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掌声鼓励。土的一个虎哥，哎，我觉得还你站中间，我跟远远在你左右，走吧，那行，走马右臂，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啊。
嗨，大家好，我们是越来越降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因为这个歌是东北插班生的插曲，所以说理所当然的在这个东北就演了这首歌。但是到昨天晚上，我跟聂哥坐在那个后面聊了两句，因为聂哥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青旅的故事。你知道吗？像我们家的场地，就是全国各地来讲，几乎就已经销声匿迹了，没有了。明白。如果我们都消亡了，那你说怎么样？让这个体量的音乐人去哪儿演出去？对呀、啊，他们去哪儿演出？不可能每个人出来就火。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这块承托着的，不单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些记忆，其实好多人在这留下了挺难以磨灭的，就是别的地方没办法能给得了。是。所以说，哎，我能做到我个人能力所达到的极致。嗯。再多了我就做不到。今天我这首歌太合适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演这首歌了。然后我突然间觉得这首歌应该送给青旅，以及送给聂哥，像聂哥这样的朋友。因为真的是锦上添花的朋友有很多，但是雪中送炭的朋友真的很难得。就是在你最不好的时候，聂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青旅做下去。然后我想说的是，青旅这边需要有什么我们做的事情，你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青旅，让青旅越来越好。然后就非常感谢聂哥，你让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几位兄弟，之前对我的那种帮助。然后这首歌送给在场所有的朋友，对对对，像你这样的朋友。哈哈。像你这样的朋友，来，像你这样的朋友来了，海海。你们哪呢？是不是在东北呢？东北。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现在爱你是我，听你是我，就算肉麻也是我。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时光偷走，遇见转折，从来错过。四季被迫像坐过山车，那些傻掉的、深刻的，专属我们的。如果这辈子做朋友，你的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我还想要像你这样。相信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那你看看，我喜欢周杰伦，你却说歌王是陶喆。歌王是路虎。意见不合，互不干涉，千千万万个。原时刻还是你掌握，那不然呢？隔壁爱你的原来女孩，我偷偷爱着。真的假的？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有这好事儿？你不必懂恋爱功课，就算全世界不要你的时候，身后还有我。开始斗嘴是。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现在爱你是我，听你是我，就算肉麻也是我。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时光偷走，遇见转折，总怕错过。四季被迫像坐过山车，那些傻掉的、深刻的，专属我们的。做朋友你都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够够的。我还想要像你这样的朋友。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现在爱你是我，听你是我，就算肉麻也是我，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时光流动，遇见转角从来错过，四季飞过像座过山车，那些傻掉的深刻的专属我们的。如果这辈子都放掉你的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我还想要像你这样的朋友。人家是唱歌费劲，虎子是听他唱歌也费劲。这歌、个，这歌、个、只能唱一遍。虎哥，昨天我女朋友说她特别喜欢你那首歌。你说完了，你在当着镜头说。像拉过钩的，拉过钩的，第一张专辑的那个情歌。他小的时候听的。哎呦喂，行，有品位。那张专辑没啥人听，是吗？是是。那昨天要说，他说明天见到路虎哥哥一定要告死的。没问题，谢谢谢谢。因为那张专辑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这些人对我很重要，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听了，就感觉挺感动的。因为每一个留言我都甚至都记得前六十条留言都是什么。是，嗯，音乐反正只要是有见到大家的机会，就有机会。下一首歌呢，这个气氛要转折一下了啊！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热闹，热闹之后还要有一些我们的感性，哎，我们的深情，甚至我们的一些忧伤，对不对？这首歌呢略显伤感，可能唱歌的人在哈尔滨这几天背着我们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不一定啊。歌词里说，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哎，我的我的。有请张远带来《商城》。友谊无限，为你永远。哇，这么老的词儿。巴拉巴拉嘣，巴拉巴拉布鲁布鲁布鲁。没有，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的城市。不一定要那个表情了。哦，好。没有你的城市。OK，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远。非常开心带来的我们快乐再出发第二季。然后呢，就是最近呢，确实不好意思啊，这个身体有点抱恙，哎，也不知道现在嗓子怎么样啊。但我觉得就是今天应该是能恢复到可以唱歌的程度了，哎，所以刚才虎子那首歌也把我嗓子给喊透了啊。所以呢，这首歌叫做《商城》，也是，哎，之前蘑菇也说过是咱们的这个彩铃前三名啊。虽然我当年是第九名，但这首歌我们十三个人里面，我彩铃排第三，也是非常自豪的事情。嗯，然后呢，当然更重要的意义是，这首歌是我等于是成为歌手之后的第一首歌。对，所以在这样哈尔滨这样的一个城市，刚好呢有一句词特别应景，就是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所以用《商城》这首歌送了这个虽然冰冷但是像钻石一样的城市哈尔滨。哎，那小词整的，这昨晚上写好的。会有一天。寂寞时听见某个熟悉名字，不小心想起某些故事，
仿佛心里有一把钥匙，而回忆它不出声，看着你眼角渐渐潮湿。孤独是路过我身边的影子，笑着对我说似曾相识。我住在这个伤感城市，你的脸慢慢消失，我的心守一座空房子。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切割我所有的心事。我们相爱的手势，我们曾经的坚持，都随着时光流逝变成故事。没有你的城市，悲伤的情诗，每一页都写满了你的名字。我们拥抱的方式，我一个人的坚持，你说的要我学着重新开始。身边的影子，笑得对我说似曾相识。我住在这个伤感城市，你的脸慢慢消失，我的心守一座空房子。哦，会唱吗？会。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切割我所有的心事。我们相爱的手指，我们曾经的坚持，都随着时光流逝变成故事。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每一页都写满了你的名字。我们拥抱的方式，我一个人的坚持，都随着时光流逝变成故事。再一次。没有你的城市是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切割我所有的心事。我们相爱的手指，我们曾经的坚持，都随着时光流逝变成故事。没有你的城市，悲伤的情诗，每一页都写满了你的名字。我们拥抱的方式，我一个人的坚持，你说的要我学着重新开始。走了，要我如何重新开始？掌声送给哈尔滨，谢谢。谢谢胡子，哎，好听吗？谢谢大家，好听，谢谢谢谢。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感谢你特别，这个版权费比较贵啊。哎，好。还行啊，唱的还行吗？非常好，是吧？还行，挺好的，非常好，细节还行。嗯，怎么了？那么想得到我的承认吗？那你是老师吗？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怎么样，唱的还行吗？唱的太感动了，是不是？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你看看，果然在
我的眼泪不值钱。下一首歌很特别啊，因为呢，这是节目开播以来第一回有除了我们之外一个人，他连续两季节目都有参加。嗯，那是第一季他是以被路虎 Q 出来而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第二季呢就坐在我们的身边。掌声有请郭一凡带来他的一首歌《爸爸》。干嘛叫爸爸？来，爸爸。哎，待会儿喊个一凡的口号啊！一凡一凡，爱你没完。哎，好吧，好吧。到了，收到。嗯，是不是有点太接地气了？爱你没完。嗯。对对，就是很爱你的感觉。没完，跟你没完。是不是有点太好？一凡一凡，音乐不凡。哦，音乐不凡也行。哎，你没完好一点吧？啊？哎，你没完，哎，你没完。他这个太文化了，不行。来点咱接地气儿的，太文化了都不行。一凡一凡，爱你没完。好像词儿要忘了。要不你也弄一份儿，帮一凡打一份歌词吧。哦耶！你看看，你就往那一放，你就放在面前，就是一个安全感。OK 了，可以了。哎，坐好，坐好。Allen， OK 了， OK 了。来吧，掌声有请郭一凡。一凡一凡，爱你没完。一凡一凡。爱你没完。呀，很高兴来到哈尔滨，来到我们的《快乐再出发二》，我也很高兴和大家相处，当然还有我们的坚果乐队，我这个说话有一点不太行，所以我就唱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爸爸》。谢谢。有几个孙要听你啰嗦，有几道吃不腻的可口，有几个会让你觉得心安的人，不再迷恋着忧愁，努力制造快乐，转眼而立之念就已在我身后，我还没成为想成为的那一个。别怕，别怕，扑面而来都只是生活，这次我选承受。别怕，别怕，谁都无法预测那结果，微笑到杯酒，告别曾经那个笑话。告别曾经那个笑话。过上这般生活后，学会了普通。不想对这世界表达太多，更多的去做，而不只是停留在说。转眼不及后过，就再向我挥手。
才发现我已经拥有了太多太多。别怕，别怕，扑面而来都只是生活，这次我全承受。别怕，别怕，谁都无法预测那结果，微笑到杯酒，告别曾经那个笑话。词儿写的真好啊，微笑到杯酒，告别曾经那个小伙儿，扑面而来的就是生活，这次我选成熟。想错了，谁又没错过？地球照样转动，别怕，别怕。那些所有，我全都记得。1988年后，那30个春夏秋冬。编曲制作都是同一人。谢谢。我比较紧张，好久没唱歌了。我还是想在这儿好好的谢一下虎哥。非常感谢他，他能让我再有机会去唱歌，谢谢，也谢谢大家。一凡爱你没完，谢谢。好，谢谢一凡。上台一你来坐这边，你坐中间。感谢郭一凡，真的好听哈。好听，咱俩都在那边跟着唱啊，感动啊。哎呀，真棒真棒，太有才了，真的。而且那句特别好，扑面而来的只是生活，别怕，你看看。我有才。哎，先把那个来了吧，我的了，请哥，我们直接上去，直接上吧，直接上吧，直接上吧。啊，对。万物复苏，你在醒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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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复苏，你开了，开了，开了。你像这样的朋友们，你就珍惜吧。啊，以前是要花钱请人喊口号，人家现在花钱喊口号。感谢大家啊！那这首歌也是有点小的不一样啊，我先还是介绍两句。感谢身后这哥几个坚果乐队帮我一起创作了一首歌。现在这个环境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演出也不是特别的多，刚好有一个案子，我就顺势今天找了个时间啊，跟这个队长还有其他几位聊了一下。让他们帮我一起编曲制作演出。我想哥几个帮我忙，词呢曲呢我都搞定了，你就当做一个制作案，编曲演出就是你们平常的标准，你就报给我就行了。哎马哥，你这必须的，必须的。你什么都没给，你再就合作一把吧。感谢景哥，感谢。我们是来收获太大了。行，你们不嫌弃就行啊。歌可能写的比较仓促啊，但是呢起码给咱们坚果乐队拉了个活儿，我也尽一把录一桶的这个工作，特别希望你们以后演出越来越多，音乐越来越好。这首歌呢是唱给打工人的，符不符合？他们每个人都除了乐队之外，你有自己的工作啊，所以呢这首歌暂时没有名字，要不你们给我起一个歌几个？打工人的日常。那个胡子来给取个名字呗，哎，个名字呗。你是打工人的心态，打工人帮忙，就是叫算了，算了。你坐下吧，这。
好，这首歌就暂时没有名字啊，唱给所有的这个热情的、励志的打工人，好不好？来，走一个。无名打工人。刚才不是那个特像咱在东北的那个秧歌，东北走起来。对，这个叫打工秧歌。然后这个秧歌也是那个英文的那个秧歌的。秧歌，越打工越秧歌，越秧歌越年轻。哦。越打工。好，谢谢大家。谢谢哥几个，我们以后台上见，好吧？哦。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快乐再出发精彩资讯。上微博搜索快乐再出发，参与名场面推荐话题互动，解锁额外惊喜。下一首说说喜庆的事情吧。好。在东北嘛，
当年那个有一个小品，我记得一句台词，大家肯定都记得了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战斗机偶夜，这个是经典的小品台词，来自于2007年的春晚。你看巧不巧？我们哥几个是2007年出道的，哎，到现在呢，就只有一个人上过春晚的。你看一看，哎呦，啊，谁？下面有请哥几个中唯一上过春晚的歌手王铮亮为大家带来《下单记忆》。下单记忆，那我去下个单，下个单呗。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不是？啊、哎呀，小亮哥只要一字弹自唱，我跟你讲，魅力无人可挡。是，来上去就不打算让他下来了。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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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放过爱情总好过中场离席，而更爱自己要好过浪费回忆。最怕亮哥是顶级的实力派，能不能解决？唱得好戏，哎，他唱就是戏啊、哦，就是好听。对他只要一弹唱，我就对没上春晚这件事就和解了。现在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他一弹唱，你就会服气说啊，为什么他上春晚？哦，原来他啊这样才可以上。对对对。哎呀 ，CD 啊 ，CD 啊 ，CD 亮，以后你叫 CD 亮好不好？毕竟我是成都来的。嗯，成都就 CD 嘛。你看，哇，这没反应过来吗？哎哎。你刚刚有点光环，就自己给亲手打破。那我安徽，我其实是啊。那就可以开始了吧，亮哥。啊，确定我是在这么昏暗的灯光下完成这首歌吗？有光啊。它有一个起光的过程。会起光的，好了。起光的过程，哥。来，掌声。只要不说烂梗的样子，还是很迷人的。是的，是的，可以。哎呦，就这样默默离开，假装我们都释怀。哦，保护色不断覆盖，寂寞掩其实不意外，习惯伤害来自我伤害，就这样默默离开，笑得更开怀。放过爱情总好过中场离席，而更爱自己要好过浪费回忆。最怕被提起，爱能不能结局？这种游戏是要比谁的命硬？还好感谢你陪一起下单记忆，也还好有你才能让我清醒。就放过我吧，不能在这里等你，也或许能够在某一天里想起。嘴角带笑意，太好听了！我的妈呀！太好听了！就这样默默离开，假装我们都释怀，保护色不断覆盖，寂寞掩埋。其实不意外，学习闷着来自我伤害，就这样默默离开，笑得更开怀。放过爱情总好过中场离席，而更爱自己要好过浪费回忆。最怕被提起，爱能不能结局？
这种游戏是要比谁的命硬，还好感谢你陪一起下单记忆，也还好有你才能让我清醒，就放过我吧，不能在这里沉溺，也或许能够在某一天里想起，只是错过渐渐埋藏记忆，放开自己或许吧，放过爱情总好过中场离席，而更爱自己要好过浪费回忆，最怕被提起，爱能不能结局，这种游戏是要比谁的命硬，还好感谢你陪一起下单记忆，也还好有你才能让我清醒，就放过我吧，不能在这里沉溺，也或许能够在某一天里想起，嘴角带笑意。谢谢。冠军，太好听了，亮哥，就你真的不讲笑话的样子真的很迷人。好难唱，技术碾压，真的技术碾压。你咱得轻一点，那轻一点那个混音的很好，他那混声用的绝了，真的。呀，太厉害，太厉害了，真的是有点厉害啊。啊，那下一首歌也很特别啊。15年前他原本只是个某某，但是站在了这个非常不一样的舞台上，耀眼的舞台，对，很耀眼。最终呢，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他是什么某某。今天呢，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陈楚生带来的这首《某某》。有。楚生，天籁之声。谢。Tis Tis E，Hey Hey，Hello。哇，好帅！发自内心的感慨哈，好帅，是不是？申哥是真的帅，生帅啊，生帅。谁是熟帅？元帅。我刚刚才帅，新帅。虎帅，就这个人帅，但是要虎，你看看，虎头虎脑，虎头虎脑，哎呀呀呀呀，让他谈姑娘吧，谈姑娘吧 ，OK。姑娘送一朵玫瑰花啊，这里不用谈，我们演全部演完，演完。我担心他不好，他一直在上面。好的，好。剩下两首他都在上面。好的。Hello， 哎，这声哥搜录弹高，非常可以。是，然后昨天我看了半天。This E， 好，我可以了。楚生，楚生，天籁之声。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坐在酒吧吧台的角落里，点燃一支烟，熄灭了昨天，回忆变成一圈圈。还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搭错巴士来到了某地点，
时间，无所谓地点，谁会出现这一天？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不奢求多铭心刻骨，偶尔的在乎，无奈他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时一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在他后面我怎么唱？哦，你在他后面啊，太吓人了。冠军呢？真的你看看，楚生，楚生，天籁之声。谢谢谢谢。哎，我平复一下心情。下一个，乐欣，你是坐着唱是吧？我一样的位置，一样的位置，我坐着就行。好。乐欣有口号吗？有。啊，不喊，喊得我害怕。那你让我把你介绍出场，你再上去呗。啊？好吧。哦。下面出场的歌手还未经我介绍，已经自己走到了台上，就是这么的年轻，有冲劲，有活力，这么的自觉，这么的积极，这么的热情。掌声送给我们最小的歌手王悦欣。王悦欣，好声音，只想唱歌给你听。王悦欣，好声音，只想唱歌给你听。哇，亮哥上手风琴了。哇，这配置就没有过，手风琴冠军哪个冠军？我对你唱啥？你先唱啊，先试音。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最年轻的身体，最老的嗓子，你看看，你那个声刚刚好，你看看，那得喝不少茶呀。月光把爱恋充满了无眠。
哎，你的腰子，给我你的手，给你的腰子、啊，可以的吧？我们可以。OK，OK， 好，掌声送给由他们三位演奏，由王栎鑫主唱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贝加尔湖畔》。接在笙歌后面唱，真的是压力巨大无比。压力大。三我想走，没错，我不配，我早都没脸待在这儿了，站着，站着吧。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你一首歌触动了陈伴奏、王伴奏、郭伴奏啊！你看看王和声，你看有点厉害啊。我们可以不用下来啊？是吗？因为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做个移形换位哦，就是一凡会了拉手风琴哦，啊，然后笙歌要来唱歌，你看看，王栎鑫干什么呢？我捣乱，我躲在角落。王栎鑫要做一个他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他拿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试手。好，每个团队里都有一个老大哥，你看看，我们团队有两个，这两位大哥可不一般啊，一个会开车，会算账，会说烂梗，一个十分大方，动不动给人涨工资，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到账啊？
但是呢，这两位老大哥的共同特点就是会写歌、会唱歌，行动力还超强。哎，上一季他俩在一起，有了这一首歌的灵感，这一季就马上拿在节目里表演。下面有请那两位老大哥曾祖生、王铮亮为大家带来他们的新歌首唱《半边山半边海》。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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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1, 2, 1, 2, 3, go. 在半边山的海，海半边的山，我在山与海之间，在你心中的你，你眼里的我，牵挂着无数思念。山有小黄花作伴，海有小船停靠的岸，夜里星星在眨眼，人又不觉得想念。在静静听海浪到来，爱是怎样的存在，几个笨小孩哭着笑着多开怀。山有小黄花作伴，小黄花作伴，海有小船停靠的岸，夜里星星在眨眼，心在眨眼，我又看见你的脸。人生总要经历悲与欢，我们总会有相聚有散，曾经陪伴的人已走远，或许化作天上星星点点，海上飘着一只小纸船，山与海相依为了遮天，满山黄花望天空的蓝，寄托我对你的思念。啦啦啦啦啦，小黄花作伴，快不行了，已经快不行了。海有小船停靠的岸，夜里星星在眨眼，人又不觉得想。谢谢，绝了！就虽然不适合，但是就想让你俩在一起，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好，本场音乐会的所有的歌曲就已经表演结束。
请所有的歌手和乐队返台感谢观众。哎。Uncle 什么呀？姑娘，下去当观众。当年的回忆全回来了。哎，回忆杀呀，杀透了。好，鬼鬼，哎，大鬼，大鬼来，大鬼，大鬼来。大鬼，要不你来 solo 吧。哇！大鬼跟曾经启蒙你的、激励你的人一起演奏《姑娘》，这是高光的时刻，这是难忘的回忆。大鬼别弹错啊，大鬼，控制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手有点肿胀了。大鬼加油，暂时忘记你的前女友们。我，哎，这别别坐那儿吧，坐前面，坐前面。你，哎呦。鬼鬼精神状态比我还不稳定。哎，他的这个电源是在哪里？他这个是在哪里开？在哪儿？他已经忘了他是谁了。我有脑子吗？我在哪儿？我干什么？哎，我们给他大鬼鼓励一下好不好？大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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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就对了，你看看，生鬼生鬼，准备了啊 ？OK OK， 哇哦，起范了啊！哇、wow。
的心哪为你碎。太阳为你燃烧，月亮为你升起，星星它为你啊眨眼。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其他的歌手和乐队成员都一起返台，感谢今天到场观众的支持。哎，叫他手都没力了，就是啊，可以可以，这把过年能过好啊，哪敢想啊。你照个相，哥大哥坐，我们是要照相是不是？对对对，那样这个舞台太小了，以后的大舞台我们再好好站直了，谢观众，好吧？好，来，第二届，好嗨。来吧兄弟们，咱们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嚯，看看什么来了，哇塞呀，必胜客给大家送了下午茶茶点。哎呦哎呦，哇，这是我们的鲜跳墙和牛超级至尊披萨，超有年味儿。哎，然后这个披萨呢是一半山珍一半海味，哎，很适合跟大家一起分享。哎，有芝士烤肠，好几种卷边。那我们就出发前来口必胜客，一路顺风。哎，祝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一切顺利。我的有福同享是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是和兄弟一起分享。是和热爱一起分享。有福同享，纵享丝滑，德芙碗装巧克力。吃啥呢啊？哎，留一块。哎，你说的有福同享吗？德芙。本节目由多快好省的京东赞助播出，电器好物逛京东，低价省心送到家，快乐再出发超级合作伙伴必胜客，必胜超级至尊美味现点现做，快乐再出发快乐出行伙伴绿源，绿源液冷电动车，一部车骑十年。德福，快乐再出发，下节更精彩。德福，快乐再出发，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德芙冠名播出的《快乐再出发》，带上丝滑的德芙，一起快乐出发吧！快乐再出发，行业指定五谷道场，健康非油炸，相伴再出发。快乐再出发，行业指定新康泰克，感冒走开，热爱全开。快乐再出发，行业指定贝贝家，穿上贝贝家，快乐再出发。哎哎，下雪了耶！嚯，《冰雪奇缘》之绿源电动车，拜拜。生哥那个扯琴好帅呀，好不好听不重要，主要是帅。我来了吗？想学吗？来一个，来个 F 的。算了，哎呀呀呀，能好久没有唱这首，我刚手都已经快拍不动了，你知道吗？太久没有拍这个动作了，对，拧到后面都已经这样子拍了，挺好的，依然宝刀不老。嗯，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影响，很多人学吉他。当然了，嗯，其实我就是被这首歌影响学吉他的。你看看，但是到后来是因为是我自己唱太多遍了，甚至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再唱。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它的魅力真的就少不了这个吉他。对呀，对，真的少不了这个吉他。我们往上走。是，有些东西变成经典是有原因的。你看看，真的是，棉花糖我都唱了那么多遍了。怨你，怨那三冬暖，春不寒，勇敢平安，没有苦难，活得简单。亮哥，难得的一场演出，谢，非常开心今天同台。舞台上再见，舞台上再见，更大更好的舞台再见。对，不只是开心了，我感觉是过年了。嗯，咱们说啊，都在心里了啊，哥几个，这个东西越来越好。
来来来，不是，就这个制片人啊，全交代过了，按照制作费、演出费正常报价，我会让我那个公司让团队转给你的，你这边就给他们就完了，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景哥，这是应该的。谢谢大金哥，我也想唱自己的之前的歌来着，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谢谢，谢谢，谢谢。这次非常开心，就跟哥几个认识啊，然后呢，也希望哥几个就是今后有更多的这样的音乐新的作品，包括也希望你们可能到北京去演出。对啊，我们要在的话，我们也能够到现场去给你们支持，好吧？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意思，希望你们新年有一个新气象。对对，在节目组的，节目组的不是我们的。谢谢陈哥。节目组的这个羊毛可不好薅，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个好，前面多是个好兆头，谢谢，好兆头，谢谢，谢谢，谢谢，对，分点那个好运给大家，对对对对对，把好运分给大家，大家新年顺顺利利的，对，对，这现在都很难嘛，对，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说。跟你们见面还能反过来给我们，这是我们红包，这多不好！好节目组羊毛不好白不好。我想跟这个申哥合个影，来来来来来，啊，来，一二三。真的是不甘，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一直我都在重复这句话，就是不甘想，好像就是过年了，怎么可能会想到真生哥一起去弹这首歌？你觉得我可能会想到？我绝对不可能会想到，做梦都没梦见过。他们可能说做梦也梦见过，我根本没想到，梦都不敢梦。我们对音乐节非常渴望，我希望的是有很多音乐节在哈尔滨，然后我们也能去外地城市参加一些音乐节，把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音乐文化让更多人知道。如果在哈尔滨只剩下最后一支乐队，一定是坚果。我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上芒果 TV 搜索快乐再出发限定卡，节目同款免费送，添加会员福利官为微信好友抽节目周边，还可在生日当天领取来自0713兄弟团的惊喜。哦，来饭了，来吧，先庆贺一下咱们今天演出成功。哎，太多，这杯赞助算敬亮哥的吧？敬亮哥，为啥呢？你的梗有多烂，你在台上就有多灿烂。哇，多烂多灿烂，真的神级表演，真的反差太大了，你在台上真的是发光的。教授就是教授，真的没办法。没，我今天其实我自己唱自己歌还不是那么，我就开心，我拿手风琴拿键盘给大家伴奏一起来。你拉倒吧，你就是唱得好，真的。那在哪那么官方呢？我不是，我真的是。别那么客气，就是唱得好，技术碾压。绝对的。那你先点评一下大家的演唱啊。作为一个老师，不是今天小远真唱蛮不错，哎是吧？嗯。对 ，Allen 今天唱那首歌，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就用实际的立马就展现出来了。那你看看，虽然词曲相对匆忙了、粗糙了一些，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是在于说，把对他们的一份鼓励可以给到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就今天作为观众的话，我自己个人感觉虎子那个舞台还是最嗨的，也是得感谢哥几个那个远远跟小新的。感受到了我耳机里面满满的热情和爱。嗯，咱们效率算是很高啊，真高。那你开玩笑，月星连 percussion 都会了。今天月星比我们排练的时候稳很多。嗯。郭老师，别一个劲儿的那是吧？多少说点。说点话，你咋不插嘴呢？嗯，花花，你那个歌词是怎么想的？这个创作灵感？你看，话筒停了。然后就是写给我自己30岁的生日嘛，因为我是1988年生日。哎呦，对，也有跟以前那个小伙说拜拜的那个意思。所以这个88是再见的意思，就是886，也包括自己是88年。哎呦，才华。有点设计啊，原来是这样，确实写得好，就那个别怕，扑面而来的只是生活那句我好喜欢啊，真的。29岁那年是不太容易，哎，都不容易过，都不容易过。大家29岁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29岁啊。嗯。2000年。我看一眼。2014年，你是看我上春晚吧？今年春晚看来是没戏了，导演那没通知我。还想呢，还惦记着呢，导演那没通知我，肉都不香了。以我过往6年的经历告诉我，只要你坚持等到最后2天，还是有戏的，我就不服气。到时候万一真的哪天或者哪年春晚问来了，我还得看一下我的档期。哎，你看看，哎呦喂，你真的是飘啊！哎，楚生，你40岁生日那天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这个事儿你刚刚过，但是我可能很快就要面对了。先问一下，咨询一下。还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嗯。勇敢面对吧，还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好像30、40都会有，但不是生日那天，是那个阶段。他意思说你不要想那天难过了，你那段时间都会难过的。我觉得到了40，人更对于生活和工作和任何事情那种平衡感。更能够驾驭了，嗯，就是有一种通透的感觉，四十不惑嘛，不要纠结，好的坏的其实才能组成一。虎哥说过，有好的吗？好的坏的都来吧。对，别害怕。敬2年后的我，3年后的你，4年后的你，来吧。7年后的我，敬4年前的你。我将是第一个踏入50的，我到时候给你们说怎么进啊，也很快了。到时候跟你说，到50的时候你们还在想啥？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一帆，那个我们要是将来有一天开演唱会，你必须得来。那肯定要来啊！必须，让干嘛干嘛。对，我相信哥几个今天见了一帆之后，也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爱他。他会让我觉得音乐还有希望，以及还有底气去认真的去较劲每一件我们该较劲的事情。就他做音乐真的很较劲的，真的太棒了。对对，其实一凡来就是第一个这个嘉宾，我觉得非常合适，没有更合适的了。也没有。但是我们节目第一季有了一些受众，有了一些热度之后，可能第二季来说，大家会去讨论嘛，要不要一些可能。更有知名度的，但有一说一啊，这个没有那个别的意思，这是有一客观的说啊，没有，会不会有？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节目之所以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这种真实感。嗯，所以无论以后我们的节目怎么录，去到哪个城市见什么人，我希望永远都是我们熟悉的，都是我们相信的，都是我们觉得很可爱的好朋友。Yeah. 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节目里看到你，郭老板，越来越好，爱你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以后我们可以搞一个乐队了。嗯，搞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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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键盘对吧，手风琴没跑了是不是，这俩吉他，哎，真的要有一个 band 的话，你学鼓就很合适了。嗯，他们可以做个那种低阶调音的那种，哎，可以，搓一搓碟，搞搞 beats， 哎，可以可以。哎，要不我学 beats 吧？哎，你要是弹 beats， 那很帅，本来跟你的性格也比较像，很高，是吧？嗯 ，beats 就跨了。哎，你看那种，手感没事吧？还行还行，因为 beats 没有太多的把握，它就主要拨。一凡觉得呢？嗯，你觉得咋样？我可以。你看，你好自觉呀！你到时候来给我们做那种，那就是那个指导总监什么的，这就丰富了。音乐总监觉得怎么样？特别好。今天那个吉他是不是有点卡？远哥怎么说的？远哥还是在我耳朵边说的。他说弹贼了吧，然后呢他发现每一句都在贼，等这个。
你看人一上来我还以为弹失误了，结果是呼吸，你看。用老姚的话来说，他这个叫得累。我看过，好像是叫设计。没有抢拍，那是我的设计。哦，是吧？叫设计。好，那今天我们的哈尔滨之行也就完美的落幕了。耶、嗯 yeah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北去。上北到哪儿？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漠河，中国最北边，更冷是吧？反正这次是要冷就冷透了，好不好？你们怎么去啊？对，怎么去？怎么去？那就应该动用我第一天晚上抽到的那个车票吧。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你看看，我是真心想去卡塔尔的，但是还是为了咱哥几个，好吧？咱们就漠河，行不行？走起，嗯。带那个单人的。哎，什么玩意儿？那真的是单人票。我查了一下票，多少钱？哈尔滨到漠河，17个小时46分钟，400块左右。软卧，硬卧，软卧它有点贵。哎，硬卧是254。我们还没丢那个呢，今天的。哦，还有别的货吗？他今天那个钱给你没有？啊，对呀、啊，你还欠我们管二大哥。先扎，扎完之后再说。哦，先投个飞镖吧。好，对，投个飞镖，咱就把明天的也一起扎了，扎多少分都是双倍。OK， cool， cool， cool。来，看了吗？没，往最后面算，有一条线，看见有没有？哦，升格在那个地方。每个人先试一标，每个人试一标啊，来，试一个哈。试一试。哦，哎呦，哎呦，就不要试了，就开始了，好不好？就这个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拔掉重新开始。作数了啊，这一标作数了。我们没有说从谁那儿开始算正式的。好，接下来全是正式的了啊。对对对对。开始什么？开始什么？直接开始来了，现在就开始了。哎，远第一标就射中了，你看看，射中一双迷人的大眼睛。亮哥加油，亮哥加油，我没试呢，你可以的。我那这标就不算试了，是不是？正式开始了，没事，有100的了已经。嘿，60，来，我们有陈标王。升哥加油，顺着发气。好，够了，不要太多，要不然摸桌子上了。来吧，一凡，一凡，我这行了，这一看就有了。感觉最后这俩把咱们刚才的哈子都给吐出去了。我检查了，不，合规的，这个怎么合规，非常好。我跟你说，咱们刚刚都是仙气，就是楚生开始，然后亮哥，他俩一个人推一个人抬。你腿什么腿？我没有腿，我扶的。没事。统计一下，30、60，2个80、200、120。再乘以一个二，1140加520，1660经费。
五张硬卧天272.5块，那不够够的吗？那现在还剩多少钱？387.5块。OK。现在也就-23°C嘛，问题也不大。哎，你看，新康泰克给大家准备的温水，来看看。新康泰克给了大家一个寄语，听一下。嗯，好，好。大家好，我是康泰克先生。前面就是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了，天气寒冷，一定要注意保暖，记得多喝热水，不要感冒哟。哇，谢谢，感谢新康泰克。德芙，快乐再出发，下节更精彩。德芙，快乐再出发，现在继续。冰雪千里骑绿原。哎，走吧。哎。Let's go, let's go. 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来，我们都在自己的床上写一个。哎、我觉得都写一个。我高低得选一个阿根廷的蓝色呀。哇哦，阿根廷蓝。In my mind, he is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Yeah. Oh, Messi, 你看看。哇，你这也太好了。来，我把我那个扣掉，我重新写。你看。你是说别丢了你的难感？对啊，那个勇字写的有点像男人的难。哦，44岁王大爷到齐了。哎呀，还是可以，我占地面积还是挺大的，我告诉你。小野写的是什么？花有重开，又开，活在少年呢。接受自己的变化，我不，我不接受。哎，这个纹儿，这纹儿，我都这么正了，真的没有发了，我都这么正了，主要它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太厉害了。你看看，你整的每个人都有你这个，你得多做点正动作。哇，可以，可以的。快乐永远可以再出发。哇，这么大的雪，瑞雪兆丰年。哦呀，拍照吗？在这边，亮哥。哎呦，真乖。来，阿里，阿里。拜拜，拜拜。哎呀，终于到！我也没有人出来接我一下呢，怎么？我以后不带这样的，如果再这样不来了，好吗 ？Hello， 你好。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我应该有吧？就那六个伙计说叫我过来的，他们在哪儿呢？你说的是昨天来入住那六个人吗？对对对对对，他们已经走了啊。音乐之于哈尔滨是生活的需要，过去几年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支支乐队从成立到默默消失，发生过一个个舞台从搭建到潦草撤场，但总有一些声音能带来莫大的精神动力。端街叔叔阿姨的快乐之声，坚果乐队的青年之声，在这个寒冬把哈尔滨唱给我们听，所以我们也用一场音乐会把温暖和感动过我们的人和事在哈尔滨唱给你们听，也算是回赠给音乐之城的告别礼，让音乐回归生活场景是我们对2023年的期许。
这需要更多像聂哥这样的人坚守小家，给年轻乐手机会，也希望大家能携手继续为城市注入活力。冬天很冷，但终将温暖。德福给了大家一个优惠，哎，只要扎中这个也给大家算钱。哦哟，给兄弟们分享一下生日的丝滑的德福，丝滑起来。Let's go， 走走走走走，上上上，怎么上上上？开车了，开动了。当梨花开遍了原野。来，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拍照。你俩是被拍，对呀、啊，我们是拍照，那不就是拍照的背后毕业吗？好了，我好了，哇哇哇哇！那这里写过这个。中国的最北方，我们来过。Happy birthday to you！ 每周四22点，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快乐再出发》第二季。周五12点，会员尊享加更版，更多精彩内容。